各位同学，大家好，请掀开德育课本，初级 T 篇，雨滚释义，请看四句。雨滚释兄，义圣不避，亲自扶持，昼夜不寐。这一则故事讲到，雨滚，他在面临瘟疫侵袭的时候，眼见家人两个哥哥过世了，另外还有一个哥哥也生病，病在旦夕，家里的人纷纷走避，逃到其他的地方，暂时离开这个疫区。然而雨滚，他舍不得他的哥哥，所以他亲自扶持，他不愿意随同家人远离他的哥哥，昼夜的照顾他的哥哥，最后这些疫情缓慢、瘟疫停止之后，他的家人返回，看到雨滚安然无恙，兄长也没有因为瘟疫的侵袭而过世，相当感人的一则故事。请看课文。雨滚释义。晋，雨滚，字叔包，时值大疫，二兄死焉，次兄皮复为。雨滚，他是晋朝的人，字叫叔包。当时碰到瘟疫流行，两个哥哥都死于瘟疫当中，次兄于皮也不幸被传染了，而且命就在危系当中。看到这种情形，深信每一个人的反应就是赶紧远离灾区。然而雨滚，他不愿意离开，他很希望他能留下来照顾他的哥哥，戾气方至，父母诸弟悉外避，滚独不去。雨滚打定了主意之后，他不管当时的瘟疫有多么的严重，其他的家亲眷属也全部通通离开了家里，去避这个灾难。诸父抢之，滚曰：“幸不畏病，遂亲自扶持，昼夜不眠。”虽然父老兄弟他们很强迫，强制的要拉滚，赶快离开。然而滚却说：“幸不畏病，遂亲自扶持，昼夜不眠。”他就说道：“我深信抵抗力好，我不怕瘟疫，所以他就独自留了下来，亲自
日以继夜来照顾命在旦夕的次兄鱼皮。果然，皇天不负苦心人。鱼衮在这样的家庭之下，扛起照顾次兄的责任。不但如此，他看到两具棺材，两具他哥哥的灵柩，他就哀泣不已。父抚柩哀泣，时余旬亦指家人乃返，举目茫茫，家亲眷属全部离开这个家庭，偌大的房子当中，停了两具灵柩，还有卧病在床的兄长。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任凭谁看到都不免要泣不成声。的确，天灾没有办法逃避，刹那之间，妻离子散，骨肉分离，何其人间的悲剧呀！然而，鱼衮在这样艰难的环境里头，他屹立不摇，用精神毅力来克制，来振奋自己的精神。所以，经十余旬，经过了十余旬，就是100多天之后，几个月、两三个月之后，果然瘟疫停止了，家人乃返，家里的人也纷纷都回来了。回来之后，非常的惊讶，皮病得菜，衮亦无恙，父老已知。回来一看，想不到鱼皮他病好了，鱼衮他也安然无恙，所有的父老兄弟家亲眷属没有一个不感到怪异，没有一个不感到这是奇迹出现。衮不畏疫，父老亦知，以为守人所不能守，行人所不能行。鱼衮他不怕瘟疫，所有的父老他们认为，鱼衮的确是很不简单。我认为是因为鱼衮他有忍人所不能忍的耐力，行别人所没有办法行的这样的坚毅不拔精神。然而，亦非不足畏，弟骨肉至情，志不当舍去，亦不忍舍去耳。然而，瘟疫并不是不可怕，但是却有一项比瘟疫还值得留下来的，那么就是骨肉至情。骨肉至情，何其难得！所以谚语有说道：天下最难得的兄弟之情，在兄弟还在的时候，不能体会，不能珍惜；一旦失去了，才会感受到
他的悲痛。所以今天雨滚，它会留下来，完全是骨肉的亲情，它力量的伟大，所以才能让它留下来，独自照顾鱼皮。此中缘不容未必心，亦不容侥幸心。世人一涉计较，便失之仪。这里的当中，鱼滚，他要具备不怕的心，也没有侥幸的心，认为说我今天在这里，存着一点侥幸，来跟生命，来跟瘟疫搏斗，他从来没有起这样的念头，因为他大公无私，只有想到亲情，只有想到要来保护自己的兄长，从来没有为自己而想，所以他终于能逃过瘟疫这样大事流行的环境里头。最近东南亚地区也流行非典型的肺炎，许多人也都非常的害怕，认为这些疫区都不能够进入。认为它非常的可怕，然而老法师他却这样的教导我们：一切的病皆从心想生。如果你怕它，要杀害它，要抢害它，那么你就很容易受到他很强烈的侵害。所以后来有人就研究，为什么 SARS 它不会侵扰到儿童？因为儿童他们不害怕。为什么比较严重的年龄层都在青壮年？原来这些人害怕。年轻的人、壮年之人，家庭事业如日中天，所以会有很多的顾忌，会有很多的烦恼，会有很多的惧怕，所以在这一段年龄层的，反而很容易染病之后而过世。所以疾病并不足以害怕，有很多病死的原因是因为怕死了。过去曾经听一位医生这样讲到，有两个病人，有一个得癌症，有一个是发炎。护士小姐，她不小心把2张的诊断单送错了。得癌症的，她给她得发炎的病单、诊疗单；而发炎的人，她给她误给她癌症的单子。结果，真正得癌症的，她一看到自己，不是癌症，只是发炎而已，所以心情愉快，很快就好了。另外一个只有发炎的人，他看到自己竟然是癌症，身心忧患，没过多久就过世了。可见人的情绪会影响病情的发展。
而雨滚它为什么它可以避得了呢？因为它有真诚、爱胸、敬胸之心，所以它能在其中安然无恙。看完了雨滚释义，请接下来再看下一则故事。流金束带。请看图像四句。流金敬胸，闻呼下榻，束带未完，不敢具答。这一则故事是讲到刘金这个人处事非常的谨慎，对于自己的要求很高，他对尊敬他的长兄的确是为人所难能。因为有一次夜晚，他的哥哥呼唤他，就隔一道墙而已，刘金并没有马上就回答，是因为他的束带，就是腰带，还没有整理好，所以不敢回答。请看课文。流金束带，南齐流金，字子敬，桓之弟也，方义正直。流金是南齐的人，他的字叫子敬，是刘桓的弟弟。刘金的为人，他很重视自己的品德跟修养，道德非常的好。兄弟两个人在当时都颇受到敬仰，尤其是他的哥哥刘桓。刘桓他生性至孝，所以刘金的母亲他就赞叹长兄刘桓是曾子在世，赞叹自己的儿子非常的孝顺。到了宋太狱中为明帝晚郎，刘金他的表现也非常的好，可以说读经事理，所以也跟哥哥一样也当了官。其兄常于夜间隔壁呼之，有一次夜晚，他的哥哥曾经在隔壁叫着刘金，可是金不答，刘金并没有马上的回答，一直等到下了床把衣服穿好站好以后才回应。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刘金他很重视他自己的言行举止，任何一举足一言语都要合乎于理，所以他对自己的要求非常的严格。当然他这么慢的回答也会惹来哥哥的责问，桓怪其迟。金曰：“
向因数代未完，故不敢应耳。刘桓怪起刘金，为什么叫了这么久才回答。刘金这个时候就向哥哥说道，是因为我没有穿戴整齐，所以不敢回应。其敬兄如此，是以为一代名臣。这里就讲到刘金，他尊敬他的兄长是如此，所以能成为一代的名臣。也许我们看到这里会觉得刘金是不是过于吹毛求疵，哥哥是不是也是如是呢？那么我们看看这两个兄弟他们的背景。刘桓他自幼就饱读诗学，是一个非常有学问的人，律己要求非常的严格，侍奉母亲又非常的尽孝。那么也因为要尽孝，所以耽误了刘桓哥哥的婚姻，一直到了40岁，刘桓都还没有成家。所以在这个时候就有人为刘桓做媒，后来就成家了，娶妇了。但是隔了不久，妻子就被他离婚了。为什么呢？因为刘桓他是一个非常尊敬母亲之人，有一次因为他的妻子在墙壁钉了钉子要挂血，不小心大概动作比较粗鲁，也没有注意隔壁就是婆婆住的地方，因为在钉的同时掉落了许多的土都掉了下来，而且掉到母亲的床铺上面，母亲感到不高兴。刘桓看到母亲不高兴，就把太太给出妇了，出妇就是我们现代讲的离婚，就不要这个妻子。也由此可知，刘桓他是一个非常谨慎之人，妻子犯了这样小小的过失，惹了母亲不悦，他就做这样的举动。可见刘桓他平常为人他的谨慎程度到哪里。刘桓由于他律己非常的深严，又不好声名，所以在当时许多人都非常的敬慕他，仰慕他，包括连当时的皇帝都非常的敬慕他。由此可见刘桓他的为人处事是如何的恭敬。而弟弟刘金他看到他的长兄是如是，所以在做任何的行仪，在对哥哥的这个态度上面，可想而知也必须要很恭敬的来对待哥哥。所以他敬兄为什么会到这样的程度呢？是其来有自的。后来
流金，他也能成为一代名臣。后来，他就被皇帝召为东宫太子的老师，来教育太子。那么，要成为太子的老师，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必须要品德、学问、道德、涵养都要一时之选才可以。从刘瑾他这样的表现，我们就知道，的确，他是一个律己非常深严之人。请看后文：兄弟非疏远之人，卧室非积习之地，夜睡非进退之时。这里说到，兄弟并不是疏远的人，卧室也不是客厅。更何况是夜晚睡觉，也不是进退的时候。在这样的情景之下，每一个人，我想态度、行仪都会以自然、不受拘束为主。可是刘瑾他不是这样的想法。乃以数代未闻，礼貌欠周，一应对且不敢，其敬兄可知矣。刘瑾认为，腰带还没有束好，那是礼貌欠周，所以不敢应对。我们知道，过去的读书人很懂得读书，旨在变化气质。展开经本，凡是自己的言行有违背经典的，一定改过向善。所以《礼记》里头开端就讲到：“曲为礼，无不敬。”这个"无不敬"就是指任何纤细的细节都要恭敬，所以刘瑾他在听到哥哥呼唤当时，为什么他不愿意先应，然后再出来呢？因为他一心想到的就是人一定要恭敬。那么我们从这里也可以感受到，古人读书跟今人读书有很大的差异。差异在哪儿呢？我们是做学问的态度来看古人，而古人他们读书真的是见贤思齐的心态在读书，就好比这一则故事，可能我们看完以后会觉得古人这样太拘束了吧。但是我们冷静想一想，任何事情为什么它会越来越变越大，都是因为从维系当中累积出来的。所以，过去的人说道："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许多不好的习惯，也都是来自于小小的动作、小小的不对，所以累积到很大的不对，到最后很难修改。所以我们看到刘瑾他这样的表现，我们千万不要用怀疑的眼光
或者说轻视的眼光来认为古人这样太不合时宜的，应该要敬仰他们有这样的恭敬之心，包括一言语、一投足都小心翼翼。所以《孝经》云：“事兄悌，故顺可宜于长。居家礼，故智可宜于官。”《孝经》里头就讲到，你能友爱兄弟，在家里能这样的敬爱兄长，能爱护自己的兄长、弟弟或者妹妹们，那么你这样的行为就可以宜于长。你对长辈，包括行于外的一切长辈，你都可以来敬佩他们、敬仰他们、侍奉他们。居家礼，那么你会懂得治理家里。你就可以把治理家里的这些方法、原则，你也可以落实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就好比你是当官的，你就可以把这个你治理家里的经验拿来为官，拿来治理百姓。例操如此，宜其为当代名臣矣。所以刘瑾他的品操是如此，他对自己的要求是如此的完美，所以他能够成为当代的名臣，的确是相当不容易的。刘瑾数代。他是一则教人做任何事情，不管他每一个，他哪一个环节当中，都叫我们要有恭敬之心。而这样的恭敬之心是很难能可贵的。您说是不是呢？请接着再看下一则故事。牛弘不问，请看图像四句。牛弘之弟酗酒杀牛，其妻往宿，不问不由。这一则故事讲到，牛弘他有一个弟弟。很喜欢喝酒。有一次喝醉了酒，就把他自己的牛车把牛给杀了。太太看到这种情形，赶紧跑去告诉牛弘，说你的弟弟杀了你的牛。赶快处理！结果哥哥不疾不徐的回答说：“没有关系，就做肉脯吧。”结果妻子不以为然，又更大声的跟牛弘讲说：“你的弟弟杀了你的牛啦！”但是哥哥还是若无其事的。没有感觉，这是一件大事，也没有生气，不问不由，就是也不问他的理由，更不生气责怪他的弟弟。我们看内容是怎样说的：遂牛弘本姓辽，父云。
为后魏侍中，赐姓牛。牛弘他是隋朝的人，本来的姓叫辽，不姓牛，因为父亲允他在后魏的时候当了侍中这样的官，所以皇帝就赐他改姓为牛。弘好学博问，官吏部尚书。牛弘他非常的好学，不但好学，又非常的广博，所学的非常的广博，没有疑惑，一定追根究底。那么牛弘在小的时候，在襁褓的时候，有一次，有一个会看相的人经过，看到了牛弘的相貌，就告诉牛弘的父亲说道：“此儿当贵。”就是说，这个小孩非常的显贵，当善待之，应该要好好的养育他，教养他。果然，牛弘后来当官，就当到吏部尚书。牛弘非常的好学，所以评述的时间都是在研究经典。有一天呢，其弟毕常酗酒，射杀弘驾车牛。有一天，牛弘的弟弟叫牛弼，平常喜欢喝酒，就在这个时候酗酒。酗酒就是喝了很多酒，又醉了。醉了之后，把牛给杀了。妻告曰：“孰射杀牛？”弘不以为意，但答曰：“作福。”妻子看到当时的景况，赶紧跑去报告，赶紧去告诉牛弘，说：“不得了了，你弟弟把你的牛给杀了。”然而，弘听到妻子这样讲，也没有什么感觉，不以为意，并没有说大大的失容，并没有感受到很震惊这样的表现，只有轻轻的说：“杀了就算了，就去做福，就去当做肉干好了，做肉松啊，这个肉干这一类的食物。”于是，妻又曰：“孰射杀牛？大事易事。”弘答曰：“已知。”颜色自若，读书不错。妻子大概误以为丈夫读书没有听清楚，于是再重复一遍，就告诉了牛弘，说：“小叔把你的牛给杀死了，而且非常的惊讶，认为这是很大的事情。但是想不到牛弘，他只有淡淡的一句话：‘已知，已经知道了，我已经知道了。’”颜色自若，脸上还是很从容、很缓和的，
一点看不出牛红他有生气，或者说很惊讶。依然读书不错，依然读书，丝毫丝毫都没有受到影响。可见牛红他对这样的事情是小事，根本就放不在眼里。李文庚曰：“兄弟之贤，多起于妇人。”李文庚说道：“兄弟为什么不能和睦？大部分都是由于妇女的关系，都是因为妻子在当中挑拨离间，才会引起兄弟不和。然妇虽善见，岂能见无可见之骨肉？”虽然妇女很容易用言语来影响丈夫，来破坏兄弟的感情，可是手足之情，兄弟感情很好的人，肯定不会受到妻子的影响，所以他没有办法疏远骨肉之情。就如同如牛弘闻弟杀牛，而弟曰作福，其父言之，仅答曰已之。就好比牛弘，他听到弟弟杀了他的牛，只有轻描淡写的回答妻子说：“做肉干吧。”接着又说：“知道了。”啊，我已经知道了。可见牛弘的妻子，他要再做挑拨的这种动作都没有办法。若欲再言，则以读书去矣，饶舌妇，其奈之何哉？刘弘的妻子，如果还要再多说呢，牛弘不会理他，他神色自若，又在读书了。所以饶舌妇比喻成爱说话的妇女，多嘴的妇女，在这个时候也没有办法来破坏兄弟的感情。牛弘他对待自己的弟弟如此的宽宏大量，实在是很难得。而牛弘，他为什么这么喜欢读书？为什么有这样大的心胸呢？原来牛弘，他曾经当过文翰这个官职。文翰这个官职，就好比我们现在的图书馆一样，完全管理国家的图书。在当时，牛弘他在当这个官，他曾经向皇上进言，说道：“保护华夏的典籍是何其的重要，保护这些经典，让它代代相传，让后代的子孙都能学习，让后代的帝王都能够效法古圣先贤，他们治理国家的这些事宜，非借重这些典籍
不为功。所以，在当时隋朝之前，南北朝是一个混乱的局面，所以在战乱当中，许多重要的典籍，包含着典章制度，都会在混乱当中、战火当中被毁灭了。所以牛弘他在当时就语重心长地向皇帝上书陈述着我们所拥有古圣先贤的这些典籍，实在是得之不易。他就说道：“从尧、舜、禹、汤，一直到周公，到周朝，这些典章典籍都非常的完备，也可以看出古圣先贤他们用心良苦，留下了这么多宝贵的智慧、宝贵的智慧、宝贵的典籍，无非希望能代代相传，垂范后世，立教于人。但是，他说道，秦始皇一声令下，焚书坑儒，把古圣先贤这么久来、这么长久所累积、所珍宝的、流传下来的这些典籍，把它给烧毁了，它是何等的悲惨！所以牛弘他就陈述着中国的这些文化典籍有5度遭到了厄难，5度被毁，所以他才希望皇帝他能下诏，能广征天下的这些善良的典籍，能由国家来收藏，能好好的把它整理，作为后世最佳的垂范典籍。那么第二次所受到的灾难，就是在汉朝。秦始皇被灭尽之后，汉朝他独尊儒术，汉初的几个皇帝赶紧收集天下的这些善书，这些对于古圣先贤的这些典籍呢，莫不非常认真的来收集。希望他能备齐，可是前汉到了王莽作乱的时候，又付之一炬，他烧毁了宫室，又把这些得之不易的典章制度，这些经典，又一把火烧尽了。这是第二次的灾难。第三次的灾难就在后汉。后汉到孝献帝的时候，他迁都了。在前面几个朝代的帝王，也都非常的向往儒教的经典，向往尧舜禹汤的训勉。所以，对于这些典籍又重新再加以整理，好不容易又收集完好的这些典籍，就在迁都当中，又加上汉朝末年的动乱，
又毁之于战火当中。到了三国，曹丕他篡位，自立为魏帝，因为他生平就非常喜欢文学，所以他又大大的召集所有天下的儒士一起，又开始汇集这些已经被烧尽的典籍，又重新来汇整。好不容易，这些典籍又恢复了。然而，每逢朝代的更替，这些典籍就免不了又受到一次的厄运。所以到了梁朝，侯景造乱，又把宫廷给烧毁了，所有的典籍又再度的遭到厄运。所以牛弘他看到这些典章，这些典籍如此的重要，他上通历史，他深深知道这些典籍，它是唯一可以让整个中国华夏的文化可以代代相传的命脉。所以他每一次看到朝代的更替，战火一起，就把这些典籍给毁灭了，他非常的难过，所以就在他掌管文翰这个职位的时候，他感受到特别的深刻。他希望皇帝，隋朝的皇帝，开国之初就能广照天下的百姓。希望家里有好的藏书，有珍贵的典籍，都能奉献出来。牛弘他很希望这些典籍还可以永恒的保存下去，所以曾子曾经讲过：“士不可以不弘毅，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一个士君子，一个读书之人，就要有坚强的意志，要扛起承先启后的责任。看到古圣先贤这么完好的典章制度，完备的为后代流传下来，我们怎么可以轻易的将它糟蹋，将它毁弃呢？所以牛弘他特别感受到古圣先贤的伟大，他说：“伏羲氏开始画字，仓颉造字，周公治理，没有一样不是古圣先贤呕心沥血，才能创造文字，把好的典章制度、好的德行、好的教化流传于世。我们怎么可以轻易等闲视之呢？一个士人，更应该要加以把它弘扬光大才是。所以，人可以把古圣先贤伟大的德行、伟大的事迹来加以弘扬。我们看当今的社会，虽然我们要看的书很容易取得，
古圣先贤的典籍流传下来，也可以说汗牛充栋，太多太多了。可是遗憾的是，我们展开经典，却很难体会圣贤之意，更遑论把它发扬光大。古今以来，最大的差异就是我们不能读古书，我们不能了解古大德他们的用心。这也是我们感到非常遗憾的。而今有什么办法能挽救呢？希望我们见到下一代，我们能燃起希望，教诲他们多读古文，从小培育小孩读古圣先贤的经典，读久了自然就有底子，将来就能看得懂古圣先贤的典籍。那么这一份心传，才有办法再把中华文化再延续下去。今天时间已到，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